少爷，这个玩意儿是经脉命门，这么深，能摘起吗？快取，拿止血的白芍粉来，快拿止血的来，给我拿一根血试试。 喜欢吗？喜欢。能分你与我。哥哥，你哥哥真是太行，有我一个哥哥，哥哥你每天都练功，都不怎么陪我玩，就带我哥哥就可以陪我呀。好好好。但是哥哥可以有两个老弟弟哦，就可以有我一个。好，哥哥就你个老弟弟。 出来。你是宫原止，对吧？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弟弟死了，没有人教我武功了，以后坏人会欺负我的。 教你，你不要教我太难的，我怕我学不会。你刚刚那些动作，我弟弟都没教过我呢。学不会也没事，从今以后我保护你。以后你就是我弟弟。我们的爹爹不一样，我也是你弟弟吗？只要你姓宫。 你就是我弟弟。那你有自己的弟弟吗？我来了，他会不会生气呢？谁的歌声声和
伤口轻轻唱，痛傻痛醉痛苦痛责，你我怎么分割？哥，你总是不说，我弟弟去另一个地方。你别哭啊，我做你弟弟。你说老伤口总会愈合，就心房要有心金色。哥，走吧。走。等等，公子别急，或许是哪个不知情的下人给收走了。去找。是。哥，你看，坏的地方我都修好了。谁允许你自作主张的？我就是看这灯笼有点旧，所以去。你觉得新的就一定比旧的好吗？你先下去。手怎么了？弄草药的时候不小心被晒干的硬草割破了，小伤，没事。